医生说这回食物中毒，让妈的胃病犯了，需要进一步检查和治疗。他这吃什么了？怎么能这样呢？就喝了珊珊给我煮的鱼汤，妈非要替我试。大娘，怎么样了？你这个狠毒的玩意儿，你想害我孙子是不是？大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别诬赖我。 妈，哎，别动，躺着，我让珊珊啊给你煲了点鲫鱼汤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妈，我现在有点恶心，不太想喝，放那儿。啊，你对珊珊不放心是不是？在咱们这个家，谁要是对我大孙子不好，我绝不答应。还不放心啊？啊。 过去宫里娘娘吃东西啊，都有小太监给肠毒，我先替你尝尝。哎妈，还回嘴，小海，哎，听我抽的。大娘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好心来看你，怎么？早知道我就别。那你也吼我。 你给我滚！你立刻马上从这儿消失！妈，小心，小心！都是你造的孽呀！ 哥，你长得这么帅又有趣，女朋友肯定一大把吧？我这人嘴笨，没有女孩会喜欢我。我就挺喜欢你的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？哎，老婆，我去夜跑了。 想知道那个男人还值不值得你留恋，就来你家楼下公园。大晚上的跟一个男人在这儿像什么样子？我干什么是我的自由，你凭什么管我？跟我回家。姐夫，那是你家。姐夫管起小姨子了？这是我的家事，请你让开。我不管这是不是你的家事，我只知道他现在不想跟你走。不要挑战我的忍耐。你这样，你老婆知道吗？ 走，走着。你不是让我滚吗？还管我干嘛？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你凭什么管我？凭你是我姐夫啊。 你还要犹豫吗？你为什么要夺食？我不想看你那么痛苦。我根本就不痛苦，我正在享受报复的过程。别骗自己了，你根本不是那种人，伤害别人只会让你自己更痛苦。刘星，你别再做这些事了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既然决定了，就一定要有个结果。
怎么会这样？。交完罚款还剩多少钱？没钱了。下个月工资还没发呢，还有一堆款等着要付呢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嗯。王总，有人找您。要账了吧？说我不在。不是，是大客户。顾总，这个订单我确实很想接，但是交货期实在是太急了，而且还要签个人无限连带责任。没关系，我也是朋友介绍才到王总这儿，要是王总有难处，我们再找找。麻烦了。顾总。王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这么大订单，咱们哪有钱付原料款啊？银行还能贷到款吗？贷不着。那就跟供应商再赊点货。还赊？上一次的货款还没付呢，这节骨眼儿，谁愿意给咱们赊款？给我老婆打个电话。去啊。张经理，这没有搞错吧？怎么借款还要抵押我的公司啊？这是我们公司规定，必须得有抵押，肯定改不了。不过王总放心，刘月小姐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。好吧。今天我好像看见了一只得了痢疾的狗，在找厕所的样子。认识的人越多，我越喜欢狗。